男性即性医学史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第四届的理事长跟秘书长。那请那个理事长跟秘书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在第四届的这一年这三年当中啊，有什么值得我们可以回忆的地方？哎，理事长好，啊，秘书长好，魏总好。哎，在医学会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不只是把这个病，把它治好，从不好把它治好，事实上我们还要把它做得更好。是在台湾的话呢，我们就是用一个叫做那个阴茎的硬度测试。是，哎，可以看得到我们那时候啊，在国际上的话呢，就是它分作四级，第一级、第二级、第三级、第四级。是，的话我要简单讲，就是说像第四级的哈，我们那时候就说它是一个像印度像小黄瓜，Cook，小黄瓜，对，它第三级的话呢，就像一根香蕉，带皮，哦，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paper 那个呈现出来，啊，然后国际的友人也会到台湾，大家做了很好的成果，在我们这一届也是一年半了，至少四次以上的一个研讨会，而且很大部分除了这个研讨会以外，还有一些民众卫教，那也因此哦，所以我们从乙级的这个社会团体，那晋升到甲级的社会团体，是，所以那个当年理事长也有去领奖，大家说哦，台湾的这个男性学不只是学术上办得那么好，事实上在才艺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这个了不起。只要把它写上是 in Taiwan 的话，啊 ，from Taiwan 或者台湾历史等等这些，大家都会知道说，哎，让台湾能够在国际的舞台能够呈现，让世界哎看得见台湾。哇，今天跟两位访谈啊，发现这个我们的秘书长啊，在很多地方都是醍醐灌顶，马上都可以补充到您这边刚刚需要补充的资料，刚刚没有讲到这些资料还没有机会展露出来。对，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啊，在第四届对于学会的贡献，也希望未来我们在第十一届，特别接下来是十一届了，对，啊，十一届能够再延续我们之前的这个男性学会的历史，然后再发光发热。谢谢两位，谢谢。